琴，歌手越卖力，邓紫棋一连两晚在云顶开唱，而拥有巨肺小天后封号的她诚意满满，昨天晚上首场演唱会的第一首歌就来飙高音。除了粉丝的热情令邓紫棋难忘之外，原来卖力演出的她也付出了代价，因为云顶的海拔让她演出时缺氧了，而这也成为她人生第一次在演唱会吸氧气筒，让她直呼真难忘。视频的最后就来听听她当晚的表现吧。